大家好，我是阿旺。这一条金枪鱼是我表弟从湄洲岛这边钓鱼钓到的，然后他就寄过来给我了。这个鱼差不多也有个5斤左右吧，很少见这么大的。现在把它清理一下。比这个盘还大。现在把这个鱼鳞过干净，这个肚子这里都比较黄，应该也比较肥呀。把它切一下，等一下烤的时候容易熟。哇，这个鱼好厚啊，这个肉。腌制一下这条鱼，让它容易入味一点。姜片，一些盐，一些生抽，把它涂抹均匀一下。太大了，不容易入味。让它腌制半个小时。上瘾了，对吗？对不对？谁呀？为什么能吃那么多个？咋办呢？这个皮好脆啊！不要吃的皮呀、啊！好香！他又吃了，你不能吃，他又吃了，别打坏你了。哇塞！哎，怎么样？太烫了。香不香？哇！哦，掉了！我给我！吹一下！
你不一口吃把它掉了。这么小口，都不够大口。哇，这个鱼没有什么刺啊，没有那些小刺，所以说小朋友也可以吃。我已经吐出来那个刺。这种没什么刺的、啊。我已经吐了一个刺。这么大的鱼。喂，大